Umiko 惊自然生，谂住开刀生仔。有咗四个月身几嘅 Umiko， 寻日出席活动嗰阵，佢仲着住对三寸高嘅船真鞋。佢就话过咗三个月危险期唔怕啦，身体方面咧就冇乜大问题嘅，净系食量高咗好多咯。肥咗十二磅，好中意食甜嘢，系啊。身邊啲朋友都好擔心我會食太多甜嘢，會有即係血糖會太高啊！咁我覺得我就唔理啦。我想試一下人生好轟烈咁樣肥一次。但係老公有冇管住你食嘢？冇喎，佢話佢同我一齊食，跟住之後先一齊減。问到 Umiko 谂住点生咯 ，Umiko 即刻答话要开刀啊，话自然生惊惊啊。好似听闻 Gigi 会上产，我觉得好犀利啊，系啊，即系我好佩服啲妈妈系上产。其实呢一个系即系比较好去体验嘅，但我自己就即系比较担心咯。仲话迟下圣诞会同老公去旅行，顺便晒套影相。